丹丹，其实我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。是结束也是开始，嫁给我吧，我要给你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我愿意，来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这是十一订单。嗯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嫁妆。丹丹，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。有了这十一订单，我能在明年的商业选秀上成为新秀，我们宋家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大家族的。哎呦，丹丹啊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媳妇儿。至于那个江雪，那些年我就该弄死那个荡妇，早点让你进门。以后君子要是欺负你啊，我就拔了他的皮。至于那个江雪，以后休想踏入我宋家大门半步。赵远恒，来接我。女王大人，六年了，终于有女王大人的消息了。现在所有人跟我走，迎接女王。副总来了，快走。副总好。文姨，相亲。行，您安心养病，我保证取回来一个漂亮的。